观众朋友，现在啊，就是我们两队 PK 的时候，我们先介绍的就是我们终极三国五虎将队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五虎将，我是五虎将的博彦，我是五虎将的四维弘正，我是五虎将的班杰，我是五虎将的少翔。哎，你们是什么队啊？跟大家讲一下，听不懂什么，大声一点，不要大声点，听不见。来，小王，我们是什么队？我们是老虎将队。耶！超大的，没有啦，我们是强面队啊，有点尴尬啊。对对对，我们强面队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强面队的鼓手小红。为什么要怀疑？不要吵。我是强面队的贝斯手库啊。我是吉他手小花。是的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是主唱黄牛，我是主唱黄牛。对，然后今天我们是两队要 PK 啊。嗯。然后 PK 的项目总共有四种，你们行吗？看身材也知道你们行不行啊？超行！我们要胸膛有胸膛，要肌肉有肌肉，要腹肌有腹肌的。我看你们应该是……要跟大家讲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们有四个比赛，一个是这个跳高，对，再来是跳远，再来是百米，再来是大队接力，对对。那这四个啊，我们这样比赛，啊，输最多了怎么办？感觉上所有的项目都跟腿长有关系。啊，感觉上我们这边的空气也比较新鲜啊。小豪告诉他，武功最厉害的是什么？跟你讲啦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你们都没有看功夫吗？对啊，我们快最重要。对啊，跳高，你看你的腿很长嘛，跳过去然后脚就勾到。会功夫啊？啊？我们会功夫啊。我会功夫。这样讲，我好期待小猴跳高哦。所谓的跳高就是要跳高的人嘛，像我这么矮，没有人比我矮啦，我一定跳得赢的。我也好期待跟你跑大队接力哦。人高马大的五虎将一字排开，在体格方面看起来的确是占了不少优势哦。而一提到双方的实力，大伙儿可是说的口沫横飞呢。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？比如说小时候得过什么奖啊？我就有那个马州波士顿的那个搏击亚军，搏击而已啊，亚军而已，亚军冠军没有拿到。还有那个马来西亚国际那个武术比赛短兵器的那个也是亚军，我直接到。所以你们最好不要太早退到终点线了，不然我们可能会啊。所以我小四年级开始打篮球了，高中也是校队，然后上了大学校队，一直到现在。打篮球，告诉你，唯一就是要跑得快，是不是？要跳得高，告诉你，这都赢你们啦、啊。可是中区 Nike 杯的冠军哎、欸。哎，哇！谁没有过去啊？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是过去就过去了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你有没有把握当下？我说黄牛，这么小的一个奖牌你也敢拿出来，还反被博彦呛，赶快收起来，别丢人现眼啦！你们两边也别光会耍嘴上功夫，不如拿出点实力来吓吓对方好了。你是说耍剑吗？没错，来耍剑。哎呀，打一个，你看剑不剑？我照，我照。哇，你好剑哦！哇，好特殊的才艺哦！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哇！好啦，那现在五虎将你们另外一个才艺什么？哎呦，其实就这样哦。哎呦，自己的单手耍下枪，哦，没什么啦。对啊，这真的没什么。就这样而已，真的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，因为这个我也会，你知道，真的很没什么。不要掉漆哦，不要掉漆哦。互相。瞧你们耍的还真有那么一回事，不过这和体育竞赛有什么关系啊？下一位。没有，还有砍草皮哦。对，这个家里如果种田的话，要杂草的话，得就用这个来除。对。对啊。行，这还要比吗？觉得运动啊，柔软度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一定没有人柔软度比我好，真的。看好了，摸到耳朵了，你们一定没有人可以，有没有人可以摸到耳朵？摸得到的话，我把草吃掉。我可以舔到鼻头啊，我舌头可以舔到鼻头，这样柔软度。你要舌头做不是运动，做用到舌头，好像没有。博彦这一招非你想得出来，再比下去没完没了。